郎、某女郎、新女郎，哎，这个不好笑吗？这某女，我再来说一遍，导演到什么级别，女主角被别人称为某某女郎、某女郎。哎，这个果然有效。某女郎、新女郎，然后是金女郎，但是金女郎跟前面两个女郎还是有区别的。人家之前两个女郎都很自豪，到了金女郎，感觉干了什么坏事似的，不太好意思承认。然后我就搜那个百度百科金女郎，你会发现什么朱茵啊、舒淇啊都算是金女郎，但他们不承认的。我突然知道那个资料是王晶导演自己写的，是吧？这个好笑吗？啊，这个好笑。好，王晶导演真的是非常敬业，据说他拍了400多部电影，啊，最厉害的是有一年他一年之内拍了24部电影。今天我终于可以站在这里跟。